如果想你是犯罪，那我一定是累犯，因为我一直在想你啊，讲不停。我可以跟你谈一件事情吗？谈恋爱。要人命都跟你有关，你怎么说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，就跟他睡，男人啊就离不开你。我没有杀人，绝对不会有什么证据的。